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保安叔叔。前几天台风艾云尼引发暴雨连连，将广东搅了个天翻地覆。哇，好犀利呀！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太神了。行行快点给他出包来。哇，大家都是九年义务教育，为什么他这么优秀的？暴雨不仅不便于出行，还可能引发致命事故。佛山禅城区一公交站旁，两母女触电，经抢救无效身亡。在广州，一女司机涉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，结果车辆熄火漂浮起来，幸好交警从天窗将她救出。叔叔提醒你，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出门，如果下暴雨时正好在外面，那避雨时要注意不要待在桥下，远离排洪沟或水井，高楼、商场等都是相对安全的避雨处。另外，驾车的朋友不要走不认识的路，对积水较深的路段也要绕道而行。看完本视频，欢迎关注留言，粉丝留言我会在评论区回复。